Hello，搜狐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伊涵。我觉得是想传达艺术家们的一种匠人精神。我挺喜欢 Lady Dior 的，就是因为很经典嘛。张环老师吧，因为之前也有了解过，还是挺好奇他眼中的世界，他眼中的迪奥是怎么样的。今天的造型其实重点就是这个项链，这个配饰，可能就是衣服和裤子是一个比较 OL 风，就是像一个职场女性的一个穿搭，但是特别出彩的就是这个项链的与整体造型还是比较又很搭，然后又比较出挑，就感觉你好像是有精心搭配过的。冬季搭配其实有很多单品都可以加上去，像围巾啊、帽子呀，或者是手套啊，这些比较小的配饰。我在《孤独的野兽》中饰演的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一个实习律师，比较像一个奶豹子，又奶又凶的那种。挑战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律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吧。光腿神器。未来应该就是像孤独的野兽，还有你好昨天，还有一些综艺节目。接下来的目标还是会在拍影视作品上。